这里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，没有挣扎的迹象。他把死尸运来这里之后，砍下头颅就要埋葬的。 杀了人也不敢承认，真的是很没有用。如果你不想人家看不起你，就爽快一点承认吧。人是你杀的，江湖是你盗的。你相信催眠吗？以前不太相信。催眠不是超能力。闭嘴！你杀了他，也没办法解决你内心的创伤。陈叔，子亮，你们被催眠了。不管你说什么，他们都听不进的，麻烦你。 我有预感，我要出事了，可能会发生在郊外。你怎么那么肯定钟楼上会有线索？事情我不知道，改天再告诉你。陈志，徐志，我的女儿是不会杀人的，不会的。但是现在表面的证据对她很不利。我们相信你。但是警方不相信我。不要走！不要！ 我知道爸从小就看我不顺，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喜欢，因为你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我早已把你当做是我亲哥哥看待，一天是永远都是。我觉得我们分手之后相处比较自在。有些话在一起的时候是说不出口的。我不想再自欺欺人，是我的自私害了大家，我已经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。我喜欢你，你听见吗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 让我们一起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善与恶，只有一线之差。犯了法就得付出代价。法律不爱人情，是我放火烧他的尸体。我还拿了兄弟到外国去整容，把我自己弄成李正邦的样子。还有，我跑了印尼的医院，给了他们一大笔钱，让他们告诉凯莉，我是从海里被救出来的。因为他必须接受外界的指指点点，导致他神志不清。 16年，16年，你知道我怎么活的吗？谭鑫哥被法庭判无罪释放，我觉得这太没有天理了。就因为这些王八蛋，搞得我什么都没有。他们该死，他们该死。现在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你，如果你逃走的话，你的罪名会加重。你走开。虽然若曦不是 Gary 所杀，但也是被他逼死的。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啊！ 他杀害我朋友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说谎！Dick的目的是要报复，不可能寻死的。你是不是观察到什么？我真的没有。我不是要你道歉。你现在到底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？我已经分辨不清了。你最好马上消失。我的心早已经被你给套住了。为什么你会懂催眠？是不是有人教你的？你说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！不是，我们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林浩，冷静点，别乱来。 这事情是不是和你有关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别再装疯卖傻了。这双手染的全是我一家人的鲜血啊！警察！许志，如果安妮跟孩子出了什么事，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催眠 Jason 向我开枪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没了。想着情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